マコトスペー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トゥディオ、誠意を込めて家づくり、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え、等一下啊，你看这个门槛不会亮，可惜了。这个也会亮啊，四个里面就三缺一啊。三缺一，出水蛤蟆，水上漂，刀切豆腐两面光。你没生，三缺一，我是。逼掉，他没有来找我们。第三缺一可以找我们哦，啾咪，出车也可以记录哦，啾咪，现在很缺钱哦，啾咪。哎，讲到这我就想一个笑话，你知道吗？我以前当兵的时候，一个朋友啊，就跟我诉说他第一次去花钱去找卢烟的故事，你知道吗？他就冲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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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有没有？他就站起来哦，往脸那边过去了哦。先生，你在干嘛？先生，你在干嘛？不是都这样吗？他没有，我们没有这样哦。是可以这样的吗？啊，泰山，你不要这样子呢。不会啊，你要先讲好呢。红杆刷无疑啊，刷去家门靠啊！现在就算我们下班，你们都可以来跟红杆拍照打卡。不是啊，我的人形看板手断掉了呢。我今麦我靠，看板呢手我不拿呢嘛，不拿呢手安呢有无？今麦变呢，啊风吹来会动哦。啊我一刚晒你来，哦啊看一手呢。是哪个讨厌我的把绳断走？不是隔壁或者是我？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倒霉。隔壁的已经断过了，隔壁断过了，他断哪里？他断手指跟脚。哦，他也是断手指，手指跟脚，他连脚都被断了。对，我觉得这样真的怪怪的，很像那个草人，有没有？搭你个小人头，搭你个小人尾，搭你个小人头，有没有那种感觉？所以我身体手都觉得这几天都觉得有点怪怪的。好，处理一下，帮我接回来一下。好。咱也无啥，我试看影响。张公赞，啊，你讲啥？你要点什么歌？哈哈哈！也可以的呐。可是这是什么歌啊？有啦。马酒酒烟中杯酸，目屎酒喝醉几杯。哇！终于找一首会唱的。刚听到叶启田，我又联想到，又帮你的野马找到一首歌了。叶启田唱《亲像野马》，哇！你捌听过的无？叫《亲像野马》啊？我你捌听过啊？我冇听。你去查一下，《亲像野马》。亲像野马。后雨刷了。一乍是啊 ，Evolution 那叫后雨刷 ，Evolution 你知无啦？你知哦、喔，那一乍 Evolution 叫有诶，你公公你，我 Evolution 都有啊啦。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飘浪啊，苏海呀，哎呀，南里亲像野马啊，心稀微。啊，你有听过无？有啥物鸭背心皮皮？亲像鸭背心皮皮啊！嗯，啊鸭背的，你要没草吃，没草吃，哇心就皮皮耶！啊，我一直在流浪，哇！你到底有没有听过？我真的没听过啊！叶启田的歌，你看有几根树，阳光啊空，你爱不要这样。我起来阳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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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条啊。啊，无是啦，啊，讲啥？你做看，爱变这样，爱变这样，太老派了，那个都选举在唱的，你知道吗？马酒酒，飘浪啊，苏海呀，哎呀，有几根树，阳光啊，空，我起来。太老派了，选举不是拢在唱的，对哦，啊，你选举的时候才会唱一条歌，大家拢在拼，啊，就啊，起码都要被选举啊，哦，不要，我们不要牵涉政治话题，好不好？我连讲个四撇都会被骂的，都留言啊，像什么视频，像什么质量，不是？你有没有学过理化？理化是不是都讲质量？质量不变。对啊，质量守恒。对，对吧？能量守恒，那哪是大用语？我们怀念他。这外面的故绝对没有人顾十万。
不相信你，看影片底下留言。我们影片底下也会有很多很懂车的嘛。对啊。说这个3万卖我都不要，有没有？有人说这种我都不要，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那种留言很多？好啊，那个没有参考价值啊，因为毕竟哈，我们在业界我们所认定的行情，看一下市场知识又来了。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认定的行情，跟一般的消费者认定的行情一定会有落差啊。就简单呢，我举个例嘛，客人来卖车的时候，我跟你说这车剩5万，什么5万？我靠，我没17、8万呢，有吧？真的哈、哦，要来买车的人说，哎，这个我们不好意思哈、哦，那个陈先，我们这个是卖16.8万，嚯、哦，那这贵，这贵你呀、啊，哈，15年、16年呀、啊，快卖个17万8。你在买的时候跟卖的时候，你们认定的价值就产生落差了。可是不是，有时候市场就是市场。我有个朋友啊，说这个台北市文山区现在一瓶50-60万，哦，他没有，不要说50-60万，他从那个一瓶20几万的时候，他就嫌太贵了。对，所以他一直到现在40几岁了，他还是没办法买房子，现在已经80了，他心里认定的价值跟实际上在成交的价值有落差，对，他就买不了这个东西。消费者认定有落差，那个也是很自然的现象。有些说，小师你买太贵了吧？我小师这个车送给我都不要，怎么买那么贵 ？Camry Wagon 不是一样，在你一般打开龙宫哇，小师应该行呢，没他贵。结果后来我们还是顺利卖出去，虽然没赚什么钱，但是有赚到流量啊。我们也是卖10好几啊，又卖回来了，你知道吗？对，我知道，已经啪一手，啪一手又回来了。对，我的目的就是这个嘛。我们整理好卖给大家，开一年再便宜卖给我们，哎，我们成本就更低了。土耳其蓝328也回来了，哦，他也回来了，哇，改了土耳其蓝的1460，是不是事故？已经不用去追究。哎，我结果我们的妈的两台车都卖出去又卖回来，歌还没上，歌快要了，你只要付尾款付完就有了。哦，缺钱是不是？哎，拜托，现在有非常感谢的功能。您现在正在看观赏的影片底下呢，它有几个按键是您必须要去按的。好，第一个订阅按钮，好，如果您显示的是这个订阅两个字，务必把它按下去。如果您那个显示呢是已订阅，不要再按了，就不要再按了。好，旁边呢有这个分享，好，大胆的按下去，分享给你的朋友。在旁边呢有个这个非常感谢的按钮，那按进去之后，他会请你输入一组数字，好，那数字呢从这个3位数到8位数随你点。好，那你填完之后，他会请你输入信用卡号，麻烦你拿起你的皮包，好，照着它上面的步骤把它填写进去。他会跟你讲，翻过来还有3个字，也要记得输入。输入完之后呢，哎，你就完成了这个观赏影片的一个节奏，好不好？要记得，好，这几个按钮要记得按。OK， 啊，还有一个赞，成功赞，好，赞也要按。谢谢你的爱。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誠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トゥディオ誠意を込めて家づくり。你有没有看那个影片？就有一个那个应招的，然后他帮人家戴那个纱布的时候啊，就要戴完已经结束了。请问一下，我就问要不要收钱？收，要全收吗？收、啊。如果收的话，是要收半套的全套？全套啊。是啊，他在帮你戴而已。因为他全套了、啊。不是，人家我在跟你说半套全套，不是那个。